佩奇啊。喂，文亮，在忙吗？没有啊，我在想你啊。是哦。哎，我现在在你事务所这边，我们一起中午吃个饭吧。好啊，那你等我一下，我现在要过去。拜拜。文良这阵子的行为举止变得很古怪，手机老是打不通，好不容易跟他通上电话，他都说他在忙，然后就匆匆地挂上电话。他到底在忙什么啊？佩奇，文良，现在时间还早。不如我去海边走一走。好啊，那我们再去吃饭。好，走吧。知道你喜欢这里啊，所以特地带你过来。你真有心，你对我这么细心，又这么周全，还这么疼我，不怕讨宠坏？漂亮女人就是需要有这种待遇。我爸今天啊要出门的时候，还故意跟我说：“佩奇啊。”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该找人嫁了。文良呢，他是一个不错的年轻人，你有机会应该找他好好谈一下婚事。蔡董竟然已经提出婚事了，看来我离成功不远了。你爸真的这么说啊？我有一点意想不到哎。竟然要把你嫁给我，我不知道要说些什么。就已经说过了呀，你有今天都是靠你自己的才华跟努力得来的，是你证明了你自己的价值，所以我跟我爸爸才会这么欣赏你啊。那关于婚事，你觉得应该要怎么办？既然你爸爸这么答应我们在一起。那我们就快点计划，不要让他失望了。你认识他？你说谁啊？就刚刚那个女人啊，你不是要追吗？干嘛要停下来？他好像是我认识的一个人。你认识的人谁啊？好像是我表妹。你表妹？那表妹看到你这表哥，为什么慌慌张张跑掉啊？而且他连一个招呼都不打哎。是啊，我也觉得奇怪。难道是我看错人了吗？如果真的是你表妹，那你现在打电话给她，你叫她回来，我有话要问她。不过就是刚好遇到一个好像认识的人，有那么严重吗？文亮，我是一直很相信你，我才打算要跟你结婚的。可是我对你的过去一点都不了解啊。如果你有任何事情瞒着我，那我希望你借着今天向我坦白。我不想要等到我们结了婚，才发现你有什么事情对不起我。到时候我可是不会原谅你的。我怎么会有事情瞒着你啊？好，那你现在打给他，你叫他回来，就说我要请他喝咖啡。你打啊！你不知道你表妹的电话吗？有有有。
我如果真的把苏小找回来，那这一切不就穿帮了吗？啊，有了，打电话到事务所去，现在那里应该没有人。奇怪，好像没有人接电话。佩奇，算了啦，我们再过去那边走一走。现在联络不上没关系，你约他明天，明天中午我们碰个面。这下该怎么办呢？好不容易就要成功了，我不能让苏乔毁了我这一切，这该怎么办呢？苏乔，苏乔，你听我说嘛。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必须要跟你谈一谈。不行，放手！你要跟我走，我必须要跟你解释一下。走。开我啦！我都已经亲眼看到了，还要解释什么啊？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事情不是这样子的。我受够了！这段时间以来，你都说你有工作要忙，手机也关机，哼！我却每天这样傻傻的在等着你的电话，每天还要想要煮什么好吃的菜给你吃，每天还要想。你工作心情不好，我要怎么样逗你开心？原来你在外面有别的女人，每天开开心心的带着她去约会，却蒙在鼓里。我都已经听到你们讲结婚的事情了，你还有什么好说啊？张文良，我们认识这么久了，你之前怎么跟我说的？你说你只爱我一个人，你说你不会骗我，你还说我将来一定会是你的好太太，结果没想到你从头到尾都在骗我。张文良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是这种人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是有苦衷的。你放开啦！你这样对不起我，还有什么苦衷啊？家里被追债的日子，你也是知道的。现在我好不容易遇到这样的贵人，有这样的机会，我当然要好好把握嘛。所以因为你要把握，所以就要把我甩开。我没有要把你甩开，是佩奇他喜欢我，不是我喜欢他。你昨天不是也听到了吗？是他爸爸要把她嫁给我的，可是我并不想啊。那你可以不要啊。对。我可以不要，我可以拒绝，但是我没有那个勇气。苏小，你想想，他爸爸是多么有钱啊，他回来投资案子都是好几亿的，他还愿意给我当小股东。你说这样的诱惑我能拒绝吗？只要我成功了，有了明天，我才能给你未来的幸福，不是吗？我们可以靠自己，不需要别人来施舍。这个不是施舍，这是他们认同我的才华跟能力。我发誓，我只爱你一个人。但是现在情况，我不能拒绝他们。说来说去，你还是不愿意放弃他们。那你回来找我干什么？因为昨天佩奇有看到你，他怀疑我跟你的关系。我一急之下就说你是我的表妹，然后呢？然后佩奇他不相信，他说一定要见到你，跟你好好谈一谈。所以呢？所以，我这样对你要求是很过分点，但是我不得不拜托你，你一定要帮我这一次。所以你来找我，就是为了要我去帮你骗这个女人？我真的没有其他办法。难道你忍心看我的前途一切归零吗？要我回去当个穷律师吗？苏乔，等我有了事业，赚了大钱，这个世界啊，就是我们的了。到时候，我一定会离开那个女人，
你要相信我，我是永远爱你的，我会永远永远的爱你。为了我们的未来，这次你一定要帮我。我惊死的哟啦！是你救我的媳妇，你不应该救我，你莫救我。好啦好啦好啦，你莫搁哭啦。歹势啦，甲你惹麻烦。啊，你叫什么名啦？我叫做林金凤。金凤啊！啊，恁家住伫咧底？啊，电话嘛几号？你甲我讲。我打电话叫恁家的人哦，来把你带回去啦。我老爹去，我就免行一条地路啊。每一个人哦，拢有迄个无爱让知影痛苦的代志啦。啊，你迄个看起哦，嘛足可怜的啦。嘿，好佳哉讲哦，天公伯啊，伫你保庇呢，互你平安无代志啦。以后这款代志哦，唔通去做啊啦。若是有两位股东拢同意啊，咱就照这个文良三哥的报表，安尼决定落去哦。今天吹什么风啊？把这么多贵客吹来，有什么大事吗？经理。至于宋董的，至于林董的，是咱会馆的大股东，你应该有熟人吼。阮先看过报表啊，感觉会馆的业绩哦，出真大的问题。我们业绩越来越好，会有什么问题啊？干嘛呢？哎，我你甲看，自从当嘉宾管理这间公司了后。啊娘话，这业绩哦，袂输咧坐云霄飞车同款，差天甲地啦。佮加上你，私人的代志一堆，才咧甲公司请假，才会造成啊会馆真大个损失。